不过对路人就没这么狠，没有，因为我不能用打路人的方式打他们啊，他们要习惯的是到时候比赛可能会遇到的人，所以我要一定要这样打。马戏团那张吗？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护士那张、欸。哇，有人丢爆，就是先往那脸上去了吧。为什么先追这只？是因为那个位置不错，那个位置可以留。因为那个位置留了，到时候他们要修那台发电机会很难，他们会很难跑。我没打好，对，他翻窗加速。我跟你们讲，布丁还在这里面，他刚还在修这台发电机。这里。Double kill！ 我靠 ，Double kill 吗？如果这个外面这边还有一根钩子，这场就快结束了。哇，有点远。如果这根钩子是长在这个地形里面，这场就快结束了。又这个人又。明星感谢三十元，你不要只用别人的名字乱抖内好不好？只用别人的名字是怎样啊？笑死！不代表本人发言。边有一只，他可能走视频，表熊吧，我猜。应该还在才对。对，表熊。给他们救好了。其实正常来说不会来追这个人，正常来说应该是要继续待在那两个人旁边，因为你离开了之后 Piper 去救会让两个人同时一起下来，那个节奏其实没有比较好，正常来说应该是要待在那两个人旁边，不用硬来追这个人。然后我一开始跟你们说为什么要留 要想办法让人留在这里面，是因为这个地方是就是要出来一定得经过我这，所以我一开始会先追跑出来的晶晶，是因为我想让布丁留在这个里面，到时候回来追他会比较好追他。这是一些小细节跟你们说一下。里面还有一个，他不知道做了什么事，丢爆补血失败吗？还是这样没了，这个人很难跑，因为这边一个板子都没有。一直针对布丁，不是哦，他待的位置比较危险哦。那个位置就很难。像我这样说好了，今天我把这个人挂在这个角落里面，我现在就算跑到正中间，我就算跑到二楼，他被救了我再回来，他们要从这条这样出来一个板子都没有，超级难跑。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绕中间的发电机或者是旁边，确定说有没有人在硬修之类的。这台就太远了，像这种的你就直接放弃掉就好了，就顺便看看这一台，这台没人修，你就待在这边，基本上谁救谁，就是谁来救谁倒霉啦。说难听一点，他们现在在修这一台，这台一定有人修，这台一定有人在修，因为我寻的其他方，你看这个人进去修了，进去救了，
你看这个有多难出来，根本出不来。刚刚的内容帮大家重点整理，丑女。这个位置根本出不来，就是多强的人来都一样，只要鬼不要耍白痴，多强的人来都一样，谁都出不来。没有啦，分窗加速的样子，他没有掌握好转弯的那个距离。总而言之，如果就你们平常在玩的时候，你们到这种场地，然后今天是皮脸当鬼，这个位置基本上救不太到，就是你救了会一直被一换一，就是不管你满血或者是你半血，你有没有 DH 都一样，对，你只要进到那个角落，就几乎是无解。除非那个鬼完全放手哦，除非他如果完全放手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以为他不会压、欸，我想说我有抗晕，那就只能放弃救了吗？如果是今天打比赛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不要去救，狂修真的。窗身在我这边呢、欸，丁烟水平星，感谢二五水月，谢啦。又吃布丁，没有吼，这真的要这样玩。不是你们平常看我玩，我是打的比较就是休闲一点，我放一点，就给大家都有机会。而正常玩起来的话，其实是现在这样。你们正常看到应该要像现在这样的节奏才是真的，真的鬼想赢的样子。好，在这里最后一次。哦，他滑过去，然后砍错是按住的，可是那个判定他居然是站着的，好牛逼哦，这个判定。他刚刚是砍错案子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动画显示有点怪怪的。我现在比较怕的是他走一走走到下水道脸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已经绕了快半张地图了，其实是有机会的。嘿嘿，运气不好。小熊应该在这，跳下去的应该，对，他在下面半血，我猜他会走楼梯上来，他可能也会觉得我跟着下去，他在里面，我赢了。哎呀，没扔好。这边先追吧，追到有狂暴吧，因为他还有个 DH。
欸，他很敢呢，那 DH 死不按呢。怎么会有个无敌板 ？No！ 啊 ，DH 按了吗？好像也还没，对不对？哭啊！这个短板被他跑这么久。Oops！我居然让他玩到救了个人起来，哎，完了，我这两发都好丑啊！飞飞飞飞飞！哎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怪挂的啦，这把是我输了，我最后那个居然让他玩到救了一个人起来，尤其是在这个死亡短板区。居然没给他秒放倒，我输了这一把，真烂。